那雨天当前是使用沙耶的电鞭法哦，但雨天建议可以参考榜上的装备与技能，我们按这个 Y 就冒出了试炼，点开这个左下这边的天梯榜，我们可以去看玩家当前的装备哦。好比说这个第一名的，好，他不给开，我记得第二名有开啊。雨天看前十名基本上都没有开哦，第二名大家就可以看了，看观看资讯了，这个那位山羊哦，他的装备就有开了，军帽无限法袍，那大家就自己再参考一下好不好。